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让给同仁一个掌声。对，那今天我是表现最好，就是我们主持人，我们再给主持人一个掌声。对，所以你喜欢这个舞台以后呢，以后就变成什么事你都想上来分享，就是变成享受这个舞台。当你享受这个舞台以后呢，又代表你的口才能力就慢慢的发挥出来。